啊，结束了。恭喜玩家 The One 成功登顶国服第一，愿王者星辉照耀您的英雄之路。英雄之路。这时姚天匡都在议论我到底是谁。我啊，现在就是个网管，差不多也该上班了吧。小宁子，哎，帮我拿杯可乐。哦，又是这姑奶奶，天天就知道使唤我，要不是这网吧是他哥开的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可乐马上给你拿来。大小姐，你的可乐。嗯，放那就行。哎，好嘞。这丫头真够的。这报应来得这么及时的吗？算了，反正还剩两把。哎，你游戏不打了？打什么？对面请了个宗师，不到十分钟，三路全崩了。你帮我在全市挂着，别掉线就行。哎，不是，之前听琪琪说今天有场比赛，对他特别重要，看来就是这个了吧？不过就这么站着多没意思呀，装备换掉，然后。Victory。只要接下来两场比赛你能赢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哎，那个。不信就算了，你就说你来不来吧。对了，你队友好像找你有事。我行，我就看你一会儿求不求我。琪琪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行了行了，刚刚那种情况我不挂机还能干嘛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刚刚预判 Q 定中两个，二闪躲过三个大招的同时还把对面双 C 直接秒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开挂了呀？啊，什么？刚刚那把我们赢了，三十二杀五死七助攻 KDA 17.4，我是 MVP。